我就係咁膚淺噶啦，我哋兩個拍咗。呢個係片頭，呢個係片頭，呢個係片頭。大家好啊，當期喺香港嘅就開完一間又一間，最新就銅鑼灣嗰間啊，咁我未行過啊，所以今日咧就啊人生第一次行當期咁啊，睇下當期入邊有啲咩。日本冇行過咩？冇啊，日本喎、啊，我哋大阪先行過嚟。咩啊？當期喎。係啊，當期唔係嗰啲類似激安嗰啲鋪頭咩？咪激安咯，當期咪就激安。好啦，咁咧平時咧喺日本行激安咧就行得多啦，咁今次原來激安係當期。之前咧就喺淨喺日本嗰度行過呢個激安啦，咁我有朋友咧就好中意行激安嘅，荃灣嗰邊。識玩識玩。大肥誒，搭順風車啊，試下睇下香港嗰啲激安同日本嗰啲大唔大分別先。有隊尾嘅，大家係要排隊嘅。原來咁上先入嚟之前，原來係要玩一輪貪食蛇，然之後佢派呢個單槍，咁我以為係啲 coupon， 原來係地圖，咁呢個就是圖形版。我哋今日係咪嚟掃貨啊？我唔記得咁遲咯。有幾錢身？我有2000蚊喺身。真係㗎？咁你幫我掃貨。呢條片拍到呢度咧就，我對上一次咁樣排隊咧，去玩海盜船，好興奮。使錢啦！你又可以使錢啦！我冇錢使啦！依家涼啲啦！哇！啲人多到，哇！佢哋係用一啲貨品去人流管，真係好勁。就攔住你行嘅嗰樣嘢都可以有嘢賣。要你買啊！好瘋狂！呢度真係同日本差唔多，除咗啲人多好多之外，日本嗰度都係好多人會講，我哋買日本，我哋可以買日本差唔多。但是这个人没人说日文，是排得挺漂亮的。那些狗是什么来的？是公仔买得的？是大尿。我只知道这个写大尿啊。它是大尿吗？我知道它入面有。这只狗的名字叫大尿啊。入面有50片。空的大佬。是不是纸巾盒来的？啊但關大尿咩事啊？啊，四樓過嚟呢度咧，就係嗰啲化妝品啊、面膜啊、啲美妝嘢，啱你咯。有幾啱啊？係係係。唔講咪冇事咯。你唔知咩事？頂你嘅咩啊？咁我哋依家有個特發嘅 challenge 喺女仔入面咧，就有一隻唇膏，嗰隻顏色就叫做死亡粉。你送俾佢咧係必死無疑，唔係你死就佢死嘅，因為佢又殺咗你，因為佢又查完之後樣衰到死唔順死咗。咁我哋喺呢度就貪買唔買到隻死亡粉送俾女朋友。點解我哋要咁做咧？係真係好玩。純粹想受死，呢啲咪唇膏嚟，定係指甲油？邊個唇膏？阿唇啊，有寫到個唇字，佢寫到個唇字。佢呢個係咩喎？抹口，抹口口紅，口紅膏糖。但係唔係死亡粉，魔法喎呢個。喂喂，死唔死咧？唔知呢個係咪真係呢隻色嘅咧？應該係啊。佢唔係啊，大家。我仲有一個小訪問。我想問咧，唇膏入邊啊，係咪有一種顏色係俾女仔稱之為死亡粉㗎？好像是喎，但你會不會知道是哪一種顏色？我知道最近是哪一種，因為我們現在很想買一支死亡粉去送給他們。我們兩個買了一支，但這是深結果都勞煩了你們，你們最不喜歡哪一隻粉紅色？但這樣問我們兩個，我聽到死梗了，我們已經你不剪出來就可以了。哪一隻粉紅色最難 carry 啊？我會不喜歡這隻，這兩隻，那我和你一人買一隻就搞定了。都可以，哪一隻死亡紫是的？是的，就這樣說，就這樣說。放心吧，他們不會知道是你們的。你再一次多謝你，拜拜拜拜。剛才差點不小心成支三蒲就這樣拿走了，剛才兩位小姐跟我們說原來入面還有，原來在這裡拿的，重點是差點拿三蒲去付錢。這唇膏呢，這個有什麼 SP 啊，流口有 PK 啊，我完全搞不明白。 PK 就105，哇 PK 啊 ，PK 咁貴嘅 ，SP 係咪貴過 PK 噶？我喺度講緊啲乜嘢？
即唔可以啦，得唔得噶？咁我哋就送一支死亡粉俾女朋友，睇下女朋友会有啲咩反应。喂，咁啊，翻咗嚟 studio 啦。系当甜啊嘛，你做乜嘢咩嚟噶？打开嗰啲。唔系嘅，真系唇膏嚟噶。系出面透明嘅，特别系甜粉，应该冇食过呢层。咁啲啊，我覺得呢支頭應該冇食過。呢支啊？我唔知啊，呢支咧。喂，哇！飲茶之後就變咗。好臭咗㗎，頭先。中唔中意啊？有啲驚。我而家我哋就食。其實係咁樣嘅，因為我哋討論過呢個關於死亡粉嘅死亡芭比粉嘅。呢個都唔係好死亡。唔係因為咧，我哋係見到個廣告咧，佢係死亡粉到好誇張。賣錯咗啊！喂，五分入面俾幾多分啊？今次呢支唇膏一分係俾心意嘅，我覺得係好重嗰啲石油。死啦！石油啲唇膏其實食豆水都知喎，有石油都會正常。咁加多分俾你啦，我就係咁膚淺噶啦。呢一個係叫死亡吧？同你差唔多。跟我同沙中依家一齊再翻返去當期，依家去下一站成人區，呢個係我哋嘅目的。唔係啊，再唔係啊，我 cut 咗機啦頭先，聽唔到你講啲咩。我咪呢度，唔係喎，職員通道啊，不過入邊話好敏感，我哋可以走。入去啦！嗰段錄音好正喎，你夠十八歲未啫？你夠十八歲唔准入嚟啊！咩嚟噶？我想問。咁呢啲咧？呢個好明顯啊！呢啲就不過點解呢個坑紋咧外邊咁得意嘅？嗰啲飛機膠應該係啦，好難唔係喎呢個長度，係唔係完全唔明呢啲乜鬼嘢嚟啊？我有冇店員可以問下？呢個長度係呢個啊？咁隔離呢兩個咪？喂。會唔會係咁啊？即係成功咪好貴咯？你一兩隻手壓呢個好定壓呢個好啊？呢嚿嘢應該影得係嘛？咁應該佢係 talk to me 喎。Hello， 歡迎收睇一隻大個仔。呢個係片頭，呢個係片頭，呢個係片頭。冇經費喎，哇！好癲啊！全部都係用同一個女仔影。到底是这个女仔开这间铺啊定是这间铺没有其他经费啊这个是路飞相纸是吗不是喔 Travel Charger 来的。Travel Charger。喔你买乔巴。乔巴有什么好啊乔巴因为罗拉喜欢。罗拉喜欢乔巴吗对他喜欢乔巴。300几喔。麻烦你的。这个不是上次我们买回来的手信。是啊我買了很多盒我們找一下有沒有 Tokyo Banana 如果有的話以後去日本就不用買手信剛才店員跟我們說原來這裡是沒有 Tokyo Banana 但是有 Banana 這些便當其實39元一個如果它的水準跟日本的一樣那麼好其實39元不算貴我相信不是所以就是因為39元真的馬來西亞終於都出到來可以走了整個日本現在是時候呢回酒店回酒店即你想說看一陣子都後面已經成抽人在等著等著過可以開餐我們就試一下在這個香港當前買回來的便當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日本的味道怎麼樣我應該要叮了才吃得你叮就不要我叮我叮又爆哇好像很棒喎終於可以開餐了啊你叮得夠不夠肉都不知道還好其實我哋係唔應該買吉列嘢，因為一定淋。係啊，佢應該買鰻魚嘢啊。嗯，鰻魚貴一蚊咋。嗰啲蛋咧就唔係令人感動嘅蛋咯，不過全紅木有食過，好好食噶而家。喂，我知啊。零分，五分滿分，三分咯、啊。我都係。三分喺啲飯同埋洋葱度。我都係。但係我吉列豬扒就問問地嘅。咁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啊，成為一個三分飯。中意呢條片嘅話咧，就記得 share 俾朋友，然之後訂閱我嘅 channel 啦。逢星期一、星期四出片。想知道更多日常生活咧，又或者平時片段嘅 NG 片，可以考慮加入會員啊。我哋下次見啦，拜拜。水喉會凹啊！